你冷不冷啊？别嫌我啰嗦，我这也算职业病，总怕病人冷着了，冻着了。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，出来看看挺好的。我刚刚去接你的时候，发现门口的保镖不见了，你说服你妈妈啦？云深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楚九，我们分手吧。可是未来的事情谁都不知道，你能不能不要提前做预判？我婚礼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很漫长的梦，梦到我们结婚、生宝宝、拌嘴、吵架。头发白了，牙齿掉光了，可能是我太贪恋这些了，所以当我醒过来，一想到有一天我会先离开，你就要独自默默地承受这些痛苦，我就会非常非常的难过。我也知道你可能会遇到其他的人，这样你也会有平平顺顺的生活。未来未来也会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安稳幸福。可是这些最起码的我都不能给你，云深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那些我都不怕，我怕的是我们明明相爱，却不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间。我们的感情很珍贵，你能不能别说不要就不要了，好吗？对不起。